校长谭咏麟呢日就参加音乐节目录影，旁边嘅赵俊成 Gary 原来就系校长嘅演唱会嘉宾啊！因为 Gary 咧就系我四十周年银河岁月四十周年嗰个演唱会入边嘅嘉宾嚟嘅，固定嘉宾嚟。佢就每一次咧都同我有时啲歌嘉宾，好似五月天啊、刘德华、陈奕迅啊等等啊嗰啲歌星咧，佢因为忙得好难请到嚟，所以佢嗰个部分咧，佢哋原唱自己一部分就由佢代唱，所以有冇压力啊？梗係有啦，咁不過就希望我有唔同嘅風格唱到俾大家咯。係啦，有信心唱出嚟有唔一樣嘅味道。啱啱同李克勤成班好朋友去咗日本度假翻嚟，校長都要準備開始做嘢啦。成班玩完之後翻嚟，我已經開咗幾次工，我又去咗澳門同阿 Sam 做演唱會啦。咁跟住呢幾日翻出嚟之後就排啦呢個 show 啦，咁跟住開工啦。聽日就同聽日就錄音啦，聽日錄佢只歌啦。因為他作了一首歌給我，